武有黄埔，文有上大。我脚下的这片溯源，记录了上海大学曾经的辉煌和荣耀。早期的上海大学肇始于上世纪20年代，是著名的红色学府，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。廖仲恺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陈望道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都曾经在上海大学讲学，还有于右任、瞿秋白、萧楚女、李硕勋等大批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都曾经在上海大学任教和读书。历经风雨和沧桑，上海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重获新生。新上海大学首任校长是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，他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上海大学的珍贵遗产。上海大学有志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。如今，上海大学已被列入国家211工程，是上海市首批高水平大学建设试点、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。在2019年 QS 中国大陆高校排名中，上海大学位居第16位。上海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，坚持立德树人和以本为本，聚焦一流本科教育，不断完善全人培养模式，还为社会提供了大批具有全球视野、公民意识、人文情怀、创新精神、实践能力并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人才。上海大学是一个助你圆梦的地方，我们有着独特的办学特色和办学理念。这里的三制教育即学分制、选课制、短学期制独成一格，在国内高校领风气之先。在上大，你能够获得春夏秋冬四个学期的新鲜体验，只有10周的短学期制让学生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到世界活动，并且开展有意义的创新性工作。上海大学特别重视厚基础、宽口径的通识教育，重视培养人的全面发展。在上海大学上学不是一考定终身，而是一切皆有可能。非艺术类的本科生在进入到大学之后，一般来说都要进入社区学院接受1年的大类培养。在大学1年级结束后，再按照相应的遴选标准选择本科专业。在我们学校，学生转专业更容易，选课自由度更大。每年学校面向本科生开始的通识类课程有500多门。上海大学是一片学习研究的净土，在这里拥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、国际联合实验室等一大批高水平科研平台。如果你对科学研究感兴趣，这里可以为你提供最好的科研条件。上海大学搭建了许多一流的创新平台，吸收并鼓励学生们参与创新，使学生们在其中能够大展身手。上海大学建设了一支数量充足、水平卓越的师资队伍与创新团队，汇聚了一批顶尖级的人才，其中包括黄洪佳、张统一等6位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徐匡迪、周邦兴、孙敬良、金东涵等9位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，上海大学就有3个科研团队获奖。在这些成功与荣誉背后，都少不了上大学子贡献的智慧与劳动。世界这么大，你想去看看？没问题，上海大学特别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，而且我们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非常高，目前已经与186所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，其中不乏沃顿商学院等世界顶尖级名校。学校通过国际联合培养、互派交换生、短期留学生、海外夏令营等方式，组织学生到境外参加学习和实践活动，为学生们增加了打开国际视野的窗口。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进行留学深造。上海大学的校园文化丰富多彩，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让人大开眼界。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，在上海的高校中，仅有2所高校被评为全国首批文明校园，而上大就是其中一个。以钱伟长先生命名的伟长楼是上海大学特色景点之一，
伟长剧场拥有先进的设备技术，达到了国家 A 类剧场的标准，每年都会有一大批顶尖级的艺术院团和大师来这儿进行演出。你想加入学生社团吗？上海大学有各具特色的146个学生社团，总有一款会适合你。以学生社团和大学生为主，上海大学每年会举办一次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艺术文化节庆活动。如果你喜欢体育，上海大学可是运动和锻炼的天堂。上海大学的体育场馆众多，这里的游泳馆一年四季都开放。你知道吗？上海大学所有本科生必须学会游泳，并且通过50米的游泳测试才能毕业哦。如果你喜欢美食，这儿可是吃货们的天堂。在我们的宝山校区就有6幢食堂楼，这里的饭菜不仅品种繁多，琳琅满目，干净卫生，而且价格也很优惠哦。上海大学的校园环境那就更值得点赞了。来过上海大学的人都说，上海大学比公园还漂亮。在宝山校区的畔池，你会邂逅到美丽的孔雀，还有漂亮的白天鹅呢。这儿是我的上大，未来也是你的上大。我在上海大学等你。